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，夕阳是未了的情。娘娘，娘娘，我说老王头，你还喘气儿不？活的呀？奶奶啊，你咋说人话了呢？你叫我儿子听着可咋办呢？哎呀妈呀，你儿子在家呀？我儿子要在家，我还能出得来吗？对呀，按照咱俩约定的这个时间，你儿子不在家。嗯，是，我都记住了。你看啊，逢年过节不能来，周六周日不能来，上班前下班后，家里有事不能来，到了饭口我就来，做完饭我就走。我是你们家钟点工。那咋办呢？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屋漏是高手。哎呀，这还得潜伏多少年呢？我老觉得我自个儿像第三者似的呢。你哪是第三者呀？你看我的守寡这么多年了，你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者。那咱俩干嘛老偷偷摸摸的学猫叫？我不有个儿子吗？我知道你有儿子。我这儿子，老爸老爸，我们快回来啦！回来了，看把你吓那个样，他回来能 KO 你啊！哎，小子在哪呢？出来，我 KO 你！别往这走动啊！脸，我脸呐、啊！那什么，你看咱俩多年的份上，你到屋里潜伏一下行不？哎呀，你们看这事儿整的，我还得藏猫猫。快走，回来，你干啥去？抓现行啊！你咋那么急活呢？你没听见他们俩都藏猫猫了？这正是抓现行的好时机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就咱俩现在进去，肯定也见不着那老太太。怎么可能呢？这老太太刚进去吗？我爸又把她藏起来了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就你家那屁大点的小屋能藏哪儿啊？松呗。松哪儿啊？衣柜里头，窗帘后边，床下边，被窝里头。有那么快吗？哎呀，那也就这几个地方呗，那还能藏鞋壳里呀、啊？那得多大个脚啊！你也别搜了啊！那你说，咋办？咋办？哼！你要偷啊你啊！小老太太，你瞅我笑啥呀？你觉不觉得，你长得特像一明星？那还像啥呀？就是大白。你是大白的。哎，一会儿人进门啊，我就跟我爸说，说你呢是我给他介绍的对象。对象？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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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就老了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把我装扮成老太太是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停！什么意思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爸背着我，跟着老太太偷偷摸摸好了好几年了。哎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哪次我问他，他都不承认。那你把我装扮成老太太，你爸就承认了？一会儿一进门，我就跟我爸说，你呢是我给我爸介绍的女朋友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对我爸进行挑逗。你让我挑逗你爸？那滚犊子你啊！你让我滚，你走啥玩意儿你啊？那你气蒙圈了都。我跟你说，你老太太不是跟咱躲猫猫吗？一会儿你就假装跟我爸相亲，
哎，假的呀！一进门啊，你就对我爸一顿发劲，冲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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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，那拍了一吃醋，那不就出来了吗？哦，你这是三十六计呀！你把我豁出去了，行，小好吧。哎，不就装老太太吗？哎，你给这个披上。这是什么？嗯，敲门吧。爸，爸爸，太好了，你爸没在家。没了，在家呢。爸，在家没？在家呢。儿子回来了。爸，啊，自个儿一个人在家呢。废话，不自个儿在家，我还找个老太太啊？哎呀妈呀！那得想找，那得有老太太能来呀。爸，看你长得跟我似的，我怎么能跟你一样呢？啊，你说你都三十好几了，到现在还没搞着个对象，你得跟你爸我学。嗯，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招老太太，到后来人给我起外号啊，叫老太太乐。哎呀爸，那你把老太太叫出来呗。叫，哪有老太太？这有。爸，这是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。你今儿吃什么东西把你撑着了吧？啊，我女朋友我用得着你给我介绍啊？大哥，精神不好啊？哎呀爸，你看这不挺好的吗？说啥呢大哥，你仔细看看，我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说啥呢？你还能有我有姿色呀？你咋出来了呢？你都把对象领家来了，我还咋潜伏啊？哎呀，嗯，大哥，管谁叫大哥？哎，爸，这老太太是谁呀？钟点工，来给我洗衣服的。哦，钟点工啊。那就让他去洗衣服吧。停，你别管我是啥工，问你是干啥的呢？您不都听见了吗？我是他儿子介绍给他的女朋友。对，阿姨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妈走得早，我爸就一直没人照顾，我就寻思给他找个女朋友。你听谁说的你爸没人照顾啊？那老让钟点工照顾也不行啊。大哥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呢是从事中医按摩工作的。你说以后每天有人给您按摩按摩，放松放松，您多舒服啊。这我也会。哎你手太重了，大哥，上腿。这回不疼了吧？腿原来不疼，你这么一打转还疼了。爷爸，你就是这么长时间没人照顾，冷不丁有人照顾，你还找不着感觉了呢？我还找不着北了呢。谁说你爸没人照顾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爸他洗衣服做饭都是我照顾的吗？啊，那再咋照顾那也是钟点工啊，哪有老伴儿照顾的好啊。那是肯定的。是啊，老伴儿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衣服领子洗的也太脏了，脱下来我给你洗洗来。哎，你要扒呀你啊，你咋一点都不检点呢你啊？
哟，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直奔主题。大哥，你瞅我行吗？我行。哟，这大哥还没说话你就替他表态了。你是谁呀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呀？对呀，我哎，咋的？我看那意思你对我爸也有想法啊。我爸你挺抢手啊。是啊，这老头多招人稀罕呢。大哥，我跟定你了，臭不要脸。你跟定他了？我早就跟定他了。哟，你早就跟定了？大哥也不能喜欢你啊。大哥，你说我们俩谁年轻，你喜欢谁？大哥，你说，你说，大哥，你说呀，你说，你说，说说，还是老窝瓜甜。哎呀妈呀，他喜欢他。哎呀，你说你让我上你家丢这个人呢？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呀。没事，一会儿我给你问问啊。爸呀，你真喜欢他呀？你看他哭的。儿子啊，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我是喜欢他。我这么些年没告诉你，不就是因为你都三十好几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个对象吗？这爸着急呀。你说咱家就这么一处房子啊，我要是先跟他结婚了，把这房子占上了，那你娶媳妇的时候在哪住啊？哎呀爸，委屈你了。其实这件事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想你啊早点找个老伴儿，好幸幸福福的安度晚年。你说自打我妈走了以后，您一个人好不容易给我拉扯大，辛辛苦苦一辈子的，你说我做儿子的怎么能把房子占上让你老没地儿住呢？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嘿，上我那去，我有房子啊。你有房子？有，空着呢。你咋不早说呢？我都想好了，实在不行我就在中间拉帘儿了。哎呀，我说儿子，哎，爸这回老了有依靠了，你结婚也有房子了，得抓紧给爸找个儿媳妇啊。哎呀爸，我的事不急。咋不急呢？你还让我潜伏多少年呢？儿子啊，你这口有点重了啊。这老太太比我还老呢。哟，谁说我比您老啊？哟，哎呀，你们这是哪出？这是这么回事儿。本来呀、啊、我们俩早就知道你们俩好了，可是你们俩就是不承认你们俩好了。我们俩想好了，一定要让你们俩当着我们俩的面承认你们俩好了。哎呀，这俩宝贝儿啊，原来你们也会藏猫。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合。我们这个组合呢叫逗逗乐组合。两位老演员的尺寸掌握要比两个小演员尺寸掌握要好，尤其这位老同志，这老大哥那句老窝瓜甜呐，把人心里说的酥酥的，非常好。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浪费了一点，就是在外边挑逗你的时候，里边这老太太藏着的藏的有点浅了，再晚一点出来，忍无可忍时候出来，效果更好。这年轻这位女演员呢，在台上放电这个过程，确确实实是把这个情节推向了高潮。这种放电，别说这老爷子，连我都扛不住。